小夫妻去哪里？我们来到的是我有毒餐厅，位于 Victoria Drive 加49街。一进门可以看到的是别有一番用心的古董物品和特色摆饰。由于疫情的关系，都要留下基本资料，餐厅也有提供干洗手液。用餐环境属于温馨却不失时尚的装潢风格，非常适合家庭及朋友聚会。菜单一打开来是我有读的小简介，包含创始人的理念及由来。小夫妻是属于这边的常客，菜单一来就发现有新菜色，当然要尝试看看咯。我们点了欧巴牛肉意大利面和海鲜蛋包饭。欧巴意大利面主要的是特制泡菜酱来点缀整个味蕾，微辣的酱汁配上意大利面，看这满足的表情。海鲜蛋包饭非常特别，中间上面有 cream cheese， 记得先吃原味，再吃他们自制的虾酱，最后混合 cream cheese。 海鲜酱的鲜甜配上浓厚的 cream cheese， 再搭上软嫩的蛋，你们一定要来试试看这令人惊艳的组合。这两组的餐点分量都非常的足够，主食和配菜都给得很大方，还能达到饮食均衡呢。我有读营业时间每周二到周日中午12点到晚上8点。按赞点追踪获得更多温哥华生活情报。